好，下一个。夫妻如何找到合适自己的情人，在哪里找会比较靠谱？主要看有没有靠谱的人，不是说有没有靠谱的地儿。那现在平台很多啊，主要是看你能跟这个人能不能匹配。要是你们俩能匹配到一起，我觉得就挺好的。比如说有一个优质的 S， 但是我不是一个优质的 M 啊。嗯，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很优质的 M， 你就不是 M。对，我不是。嗯，是的。没有一个靠谱点的平台。对，反正我们也不能。你如果说真想玩，你就广撒网。你见了面又不发生关系，对吧？一定要记住先聊。千万不要让这些 S 上来就动手动脚。哦，你不要说，咱们直接就开房发生关系。你媳妇连跟他见都没见。就是。会不太好，体验感会不太好。我跟青州就是刚开始我给他找了男的，嗯，然后就完全没聊，直接又开干，然后就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沉稳的 S， 他绝对不是猴急的，不是说我见面第一天我就要干。我操，那是多少年没见女的了？反正第一件事就是两个人得先熟悉。如果说是在推特上找的话，还是稍微谨慎一些。最近一两年那个诈骗的比较多一些。好多 S 都是拿以前别人的照片，为什么推特是一批换一批，一批换一批？就是很多有些诈骗的人，他收集了以前的那些人的照片，因为你是新人嘛，你新人来了，你没有看过这些人以前的照片，但是这个人就拿以前的照片骗你。哦，为什么我特别推荐大家全部要给自己的照片和视频一定要打上那个水印？你不打水印，他就给你存起来。他现在不发，我等你不玩了，人家可以发。但是打了水印，人家后期也可以 P 呀。水印你要打全屏的话，打全屏的话，它基本上不好 P。单男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觉得？要让我歇两句，我喝口水，我操，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单男的话就是玩的太花了，不固定。然后呢，可能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跟很多人接触过，你不能保证安全性。我觉得如果玩这个把自己玩出一身病的话是最不值当的。优点？优点你说啊，你肯定知道优点是什么。我就是我个人建议啊，优点就是你的伴侣可以把你他的感情啊分散给多个男的。如果说只找一个单男的话啊，嗯，俩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就有可能出现夫妻关系破裂。但如果说找好几个，那每个人都寄托一份感情的话，就可能不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而且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有多个男的来滋润你的另一半。而不仅限于一个，那你如果你只找一个的话，你知道他哪天有时间，哪天没时间呀？就跟那个某些人似的，他妈一个月恨不得只见一次面。啊！我们有时候见面，只不过是偷偷你不知道而已。嗯，然后还有就是单男的话，你可以经常的换，就是不需要那么固定。你换完了以后，你可以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那种尺寸，啊，这就是单男的优点，我觉得。那下一个话题就是 S 的优缺点。你主说，我喝口水，我嗓子快冒烟了。优点的话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一些卫生方面的呀，这个担忧啊，因为他就可能是只有你一个人。当然，如果说是多奴的话，也不会说是那么乱那么杂，对吧？并且就是 S 的话，他会考虑的比较多，想的比较多，你就只需要跟着他的步调走就可以了呀。缺点啊，还是你说吧。你说我不说，你又让我干坏事，我可不说。对，刚才是我说的缺点，你说的优点，现在我就让你说 S 的缺点，我就让你说 S 的缺点。缺点？嗯，我想一下啊。嗯。这个话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才能不招惹碗中人是吧？缺点就是不听话会挨很多的打。对于一个不听话的 M 来说，挨打是家常便饭。你比如说啊，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如果说是对于没有自控力的这个人来说，那会不会对家庭有一定的破坏性？哎，我说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啊，我发现好多 S 都是性方面不行，好多 S 都是自己那方面不行，然后才通过各种手段。我知道了，就是意思，因为性方面不行，就用道能具力啊，不行，所以就会用各种道具，别的借助别的东西，然后来调教，来增强这个女人的快感。就用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控制精神方面的这种 PUA 嘛，是吗？真的假的呀？好多那个就是我感觉是 PUA。那怎么万重山说我一直在 PUA 他呢？你如果能享受被 PUA，也是一种刺激。然后多人参与的优势和缺点，我先说缺点吧，缺点就是场面太混乱了，就这些男的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的要干嘛，就是会对，很乱。你要真找好几个男的一起发生关系，他可能连硬起来都是回事。对，是有这种情况。就前两天我看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叫 Tango Song 啊，他采访了一个日本在日的中国AV 导演，就说为什么找固定的男优，就因为很多的那种素人男优，你到现场以后你就硬不起来。你忘了咱们找了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找的那个丹丹就是，他到现场根本就硬不起来。我在场，别说我拍摄了，我不拍他都硬不起来。你更别说好几个男的了。还有就是，多人的话，肯定就是尺寸啊、技术各方面也都不太统一。然后，特别是遇到那种特别特别小的这种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尴尬呀！我是叫还是不叫啊？不叫又不礼貌，但是叫吧，确实就是又是假装叫，对。还有就是，前面一个，后边一个，然后嘴里再一个。你先别说三个了，你就说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就是一个插鲍鱼，一个插嘴。就插鲍鱼的那个可能还会爽会儿，你要插嘴的那个，你可能嘴来回撞。对，不舒服。对于女的来说，她的注意力会完全分散掉。是的，没有快感，并且会很累。对，就是一个女的，除非这个女的她经常玩，就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状态了，她可能还会知道哦，我现在干嘛，完全享受到这种状态中，基本上就这些。